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2日星期四收市之后，隔夜美股做好，知识又一路路低，变成港股今天的气势都 OK 啦，升近130点，虽然升幅又不是很犀利，亦都讲真啦，没什么怎样脱离到最近这上上落落的区间，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起碼不會特別，因為譬如好像星期三下個市跌500-600点，你不會需要特別驚，因為跌的時候你又沒有跌出區間，不需要驚。又這樣說，升的時候都沒有升出區間，那你又不要那麼興奮。但是情況就是在於，那你就繼續悶咯。不過悶之中呢，不是沒有辦法動的，一直帶大家呢揸實科指正向2倍、7226又有隻生科正向1倍隻3069，咁今日要講講啦，生科3069咧就創歷史最高收市位收，咁啊破緊頂喎。點解咧？呢個基金重倉嘅，比如係信達1801，咁仲有咧就係藥明2269，仲有藥明康德2359呢啲咧。近日都全部呢即係走勢強勁，近幾日如果大家有留意呢，有幾隻 B 字嘅股份都有成1成至1.5%左右單日升幅添，仲有啲醫械股都係成交異動㗎。咁而呢啲醫械股呢都係喺隻3069 ETF 入面，所以呢唔好嫌我侵氣，再提醒一下大家，這一浪呢我看個市跌定了，一定要大包圍科技和生科。首先生科現在 deliver 緊我話俾大家聽的一些回報升幅俾大家㗎啦，繼續揸實兩隻 ETF 看下後市可唔可以升穿29100点。